起汪峰的前任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大概就是葛慧杰了，因为葛慧杰隔三差五就会在网上对汪峰进行一次隔空炮轰。有人说是因为他觉得汪峰对他的伤害太深了，也有人认为葛慧杰始终还是忘不了汪峰。葛慧杰1987年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富裕的家庭。2001年年仅14岁的葛慧杰被陈宣鹏从学校挑中，只身来到北京发展。当北漂没多久，葛慧杰就拿下2002年纳艾斯杯十佳模特称号和2004年法国皮尔卡丹国际模特大赛亚军，成为圈内小有名气的模特。汪峰与葛慧杰相识是在2004年，当时17岁的葛慧杰遇到了尚未在乐坛走红的汪峰。那年夏天正值欧洲足球锦标赛，跟着朋友们去央视录节目做足球宝贝的葛慧杰与当时做嘉宾的汪峰有了一面之缘，相识大概一周左右，葛慧杰就接到了汪峰打来的电话，邀请他拍飞得更高的 MV。 葛慧杰觉得能赚一笔零花钱，就接了这个活，两人由此发展为恋人关系。2005年18岁的葛慧杰为了汪峰的心愿为其生下一女，后来汪峰与年仅19岁的葛慧杰贪玩任性，不懂做贤妻良母为由提出了分手，而女儿小苹果也一直由汪峰母亲抚养。不过后来葛慧杰在做客某节目时曾大爆自己在怀孕时汪峰无情出轨，经常与其他女明星约会，事实究竟如何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最近长春国贸注意到31岁的葛慧杰与某集团签约重新复出工作，下面是葛慧杰的一组近照。